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香港的九龙华人书院男生合唱团。九龙华人书院是一所香港有85年历史的天主教男校。我们学校一直都非常的注重音乐的教育，而合唱训练是我们音乐教育里边最重要的其中一个部分。我们合唱团一直都非常的积极参与各种的演出和比赛。 比如说这次世博的演出之后啊，会去绍兴参加世界合唱比赛。这次我们合唱团为大家带来了4首的歌曲，待会的第一首是 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 是一首美国黑人的灵歌，歌词里边表达出美国人在这个奴隶时代黑人等待被释放的时候那种心情，用了不同的大小声来做出特殊的效果。 希望大家细心欣赏。 下一首是一首蒙古的民歌，由杨丞琳编的。歌词里边表达出蒙古人对自己忠实的伙伴的感受，就是他们的骏马，他们非常对他们忠诚的这个骏马非常的爱护。